全球70亿人口中，3000多万吸毒成瘾者，中国14亿人口，才200多万人玩这个，这个比例太低了。那是因为中国是全世界禁这玩意儿力度最大的国家，也是最有潜力的市场。只要有人买。 我就卖，走到哪儿都是这个道理。这次要多少货？全要了，老规矩，多付2成，但货一定要干干净净。 你还是不相信我的人。 走，不好意思。 我要拯救世界！A组报告，目标出现。喂，A组待命，其他各组注意，请快速点2号目标。没有发现。没有发现目标。 一次目标如果减少，D组请出。报告 ，D 组发现2号目标。通报，D组发现2号目标。它正向1点钟位置移动。目标就要汇合，注意坚持。 找左边第4辆，白色轿车。
周医生，收到。闻上，看看有没有味道。套子在上。有点意思。涛子别跟了，我进文上。目标方向在新城路，往海虹路方向。接吻。平行跟踪，保持距离。是的。喂，贵哥，确定没有尾巴？分头回来。好。快点了。是的。目标要从反方向绕回来，他们可能要交易。各小组注意，锁定目标，准备行动。收到，收到。我先上。勇敢向前进，前进有奖品。要看飞机，要看飞机，我要证明。喂，李总，好好好，哎，站长，好，注意目标有枪。各自注意，听说枪声过大，他们大多是正在接头。收到。起风了。行动！
当前，禁毒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我们一定要加大打击力度，旗帜鲜明地向毒品宣战，以决战之势打赢禁毒三年大会战的每一场战役。我要求你们追根溯源，主动出击，彻底摧毁这些贩毒组织，一定要把这些贩毒渠道拦腰斩断。是。兵火灾了，我认了。重来坐坐呗，脸来这儿。这条线不能用了。这次大概是李勇的人被盯上了，我们这边应该没事。不要心存侥幸。老大，他已经在问我要下批货了，我怕他拿不到货会疯。让他等。这次抓捕行动大家辛苦了，我也向局里报备。来，大家碰一杯。干了干了干了。你少喝点。哎，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？对啊，什么情况？
哎呦喂，这狗粮撒的！啊，公布一下啊，时间已经定了，明年的九月九。哎，这日子好啊，这日子好，九月九啊！哎哎哎，到时候准备好红包啊！红包当然必须包，必须包一个大大的红包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日子好啊，九月九，天长地久，长长久久，早生贵子，百年好合。行了行了，差不多了，咱们今天呀、啊、就到这儿吧，明天还上班呢。哎、别呀、啊，姐，各回各家，注意安全。哎，来，别多久啊，听队长夫人啊，七块盐，七块盐，你看看，出去。哎，先送谁啊？刘翔。喂，伺候纯点的，你那有货没？玲玲。嗯。你先送他们回去吧，我呛雪莉。啊。行，那你注意安全。好。早点回家。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便宜点吧，太贵了，哥。给条活路吧，搞不到货，勇哥会弄死我的。喂。喂。乐子。别跑！这边，快点！快点！站住！听到了没有？对！师傅，快点！快点！大佬，不跑！不要跑！再给我点时间。你和勇哥说去吧。喂，喂，哥，注意，站住，要跑。陈队，聊聊，你爸最近身体怎么样了？还行吧，不好不坏，就那样。咱们也算是老交情了，认识这么多年，帮哥一个忙，回去帮我打听打听。我哪敢啊，我回去勇哥会弄死我的。赖仔，如果你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，这是在帮你自己。你上次蹲大狱，这次是贩毒，如果这个案子让我查出来跟你有一丁点关系，被判死刑都有可能。你得为你爸着想。想好了就说。明天晚上八点，他在蓝山夜酒会要见一个重要的人。泰国货源，运输通道，代理商，分销商。我们日前打掉的是一条从泰国组织的货源，通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跨境运输到本市，进行下沉分销的运毒贩毒线路。这些毒贩非常的狡猾，之前我们在交易现场落网的只不过是一些负责跑腿的马仔。李勇很有可能就是这条线路上的最大终端分销商，他在本市控制着一帮小弟，有着非常快的销货能力，
不过我通过线报，他们会再次交易。我们的目的，定期利用，打掉这个代理商。周局的意思是，要想打，就要打得彻底，直接源头，连根拔起。就从今晚的行动开始。是。贵哥，今晚你可一定要来啊！你女儿在我这里。目标出现。这是他们滋扰我的，不要带武器，千万不要暴露身份。都在警文，目标已经进去了，机灵点。他们俩行吗？不行我也过去。怎么不行了？目标接近，侦查无果，别擅自行动。收到。请问，小心。放心吧，蔡姐。蔡姐，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？杜三，刚好进门。留他原地待命。
你们这是什么？哎呀！玩女人玩疯了。两个人都搞不定，张开，张开！大哥，他们可能是来抢货的。再走吧，搞定他们！留口气扔海里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喂，龟哥，换个地方，我这不方便。目标正从海涛路往解放路行驶，刚才被缠住了，你小心一点，马上就到。放心，我跟着呢。贵哥，面子大，想见你一面，真的蛮难。人呢？急什么？生意嘛，慢慢谈。我问你，人呢？利用再见一个人，很有可能是代理商。亚林，你小心点，我要靠台阶，等我们过去。威哥，这是50万定金，货什么时候到？给我个准信儿啊！路子断了得重新铺，这需要时间。需要时间。我能等，可我的兄弟们等不了了。
没有东西，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消停点，等我消息。拿我的钱。以后你不要再贩毒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我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，离这些毒品远远的，越远越好。怎么了？看看你们，垂头丧气，像什么样子啊？都给我站直了！同志牺牲了，案子就不办了吗？毒贩就不抓了吗？嗯，在我们国家，几乎每一天都有缉毒警牺牲，他们是用生命捍卫着这一方净土。
蔡林牺牲了，由我顶上。如果我死了，还有其他同志顶上。你们只管往前冲，一定要把这张毒网给我彻底的拿下。是，明白。一定。知道了。这是从蔡林的云盘里拷贝的，他用生命换来的线索。师姐，我给你放个长假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我不用，我想鉴于你和蔡林的关系，按照规定，这个案子你一定要避嫌，这是命令。哎，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？时间已经定了，明年的9月9日。哎，这日子好啊，这日子好。日子，认识他吗？说，他叫胡贵，好像住在城南的花海堡里。逃走了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抓到胡贵，难道你想让我放了他吗？你以为我不想抓他吗？沈局让我来的，你还是回去和他说吧。任宇凡，你太不像话了！
你想干什么？啊？杀了胡贵，要不是我派江涛跟着你，你就铸成大祸了。我没有失去理智，我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查案。谁给你的这个权利？好好回去给我反省反省。除非开除我，否则我做不到。过分，太过分了！你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了？沈军，没人比我熟悉这个案子。你给我3个月的时间，我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。2个月不行吗？1个月，我1个月保证抓住这些毒贩，破了这个案子。就1个月，周局那儿我去顶着。1个月你要破不了案，就别回来见我。记着，你现在还在放长假，别给我丢人。是。他这天除了买东西就是倒垃圾，他这哪儿也没去啊。拦住那个送快递的。从大小和外形上基本上可以判断为4号海洛因，而且这个包裹是由泰国寄给胡贵，再由胡贵转发给李勇，加上这两个人的身份就更加可疑了。沈局，我怎么感觉哪里不对？单凭感觉这个决定是很难做的。沈局，那也得快点做决定，这同城快递很快就要配送了。要不然扎个洞看看。那万一要真是烟雾弹，不就露馅了吗？我同意江涛的意见，这个包裹必须打开来看看。沈局，不能拆。周局，你们进去，我来听听。周局，雨凡，说一下你的看法。说呀。这不符合他们的行事风格。这个团伙我非常了解，他们向来低调谨慎，反侦查能力强，他们完全可以用骡子送货，为什么要用快递这种危险的方式？就算这样运毒，他们为了规避 X 光机，更好的方式是什么？锡箔纸。没错，锡箔纸，而不是用这种普通的塑料胶带。我的怀疑有2点，要么他们用快递在试探我们，或者用快递在传递什么信息。无论哪一种，我们都不能拆下它，要不然之前所做的所有的牺牲和努力都会白费。我认同玉芬的判断，有劲，照常配送。是。
勇哥，快递。天时间啊！等你找到货，兄弟们早他妈饿死了！刘金，金队长，怎么样？手工皂早该收到了吧？质量不错吧？你不该来。我不来怎么跟你做生意啊？你这烟雾弹到底要试到什么时候？心急会出大问题。出什么问题？锁工皂转了一大圈，不还是安安全全的到了夏家手里？那条线试出来了，也不能用。那是谁手里明明握了一条好好的线，却舍不得用？我的线我说了算。是吗？你真以为那手工皂只是一个烟雾弹呢？很喜欢你冲的咖啡，可你不帮我冲的话，我可以去别处喝。什么意思？想抛下我？我没这么说。这批货最后归谁？全看你。最近你们不觉得外边静得出奇吗？
我总有不好的预感。我们要重新梳理一下，从泰国供应商，再到代理商胡贵，再到分销商李勇，他们是怎么联系起来的？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，他们从泰国怎么把毒品运出来？这有用的线索又这么少，那总不能去泰国查吧？我分析了最近几周泰国的社会新闻，各大港口码头的物流情况，以及泰国官方公布的毒枭资料，经过大数据筛选，确认唯一符合条件的就是他。对不起，放错了。卢海生，盲猜的女婿。盲猜又是谁？泰国北部最有势力的大毒枭之一，多年前突然得病死了，他的势力范围迅速让他的女婿，也就是这个卢海生接收了。任队，嗯。三天前他在曼谷素万纳普机场有过一次出入境记录，目的地正是本市。机场。任队，卢海生这些天跟胡贵有联系吗？胡贵一直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。任队，你看一下卢海生的行动轨迹。他在新城路消失了一个多小时，那边是一个监控盲区。回警局。先生，您的咖啡。还有什么需要的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喝咖啡？您来这儿不喝咖啡，那做什么？可是我没点啊。哦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款是深烘焙的黄金曼特宁，很符合您的气质。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什么气质？您说笑了，您可不是普通人。恕我大胆猜测一下，您从事的应该是高风险高强度的行业，对吧？有点意思。请坐。不合适，你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请坐。谢谢。你倒不像开咖啡厅的人，倒像个做大生意的人。您过奖了。有一点我得纠正您，这个咖啡厅不是我的，我不过是喜欢咖啡，偶尔过来帮帮忙。您尝尝，保证您喜欢。不错，但是我不懂咖啡。我倒是看你这生意这么冷清，能赚到钱吗？
嗨，勉强维持。这年头啊，生意不好做。是，现在什么生意都不好做。但我相信，只要有诚信，有口碑，做生意就能长久。诚信，口碑，你是一个有故事的商人。见笑了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我不过喜欢泡泡咖啡，养养花，看看书而已。说的太好了，这杯我敬你。哎，嗯，这是咖啡，不是酒。我是个糙人，没那么多讲究。抽一口。谢谢，我不吸烟，但我也不介意别人吸烟。不过这是公共场合，建议你不要这样做。不抽烟好，这类东西啊，沾上不好戒。嗯，咖啡我也戒不了，但我觉得也没必要戒。人嘛，总要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爱好。咖啡和烟戒不掉也就算了，但有些东西一旦沾上了，这辈子可就完了。你说，人终究是有七情六欲的动物，都会有自己的选择，别人可左右不了，对吧？有道理。路虽然是自己选的，但有些人就不能给他有选择的余地，对吧？跟您聊天非常愉快，受益匪浅。再给您续一杯。不用了，结账吧。这杯我请。谢谢。做完这一单，找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。这个人叫傅启明，胡贵的幕后老板，卢海生在内地真正的代理商。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找对人了。还是那个问题，渠道呢？师兄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杨义华，前海关缉私研判专家。你刚才的问题由他来解答。陈静。
新闻资料。好。一级装箱的叶克坦。相关的公安、武警、海警已经集结完毕，进入预定的区域待命，他们将会全力以赴配合我们的这次行动。这是禁毒三年大会战最关键的一战，这次一定要把跨境贩毒团伙一网打尽。同志们，沈局已经跟我说了，为了这个案子，你们缉毒大队不分昼夜的干，有人付出了鲜血，甚至是付出生命，但是你们没有退缩，依然在坚持，因为我们头顶上有国徽，背后有人民。放心大胆的去干吧，有什么需要你们找沈局，如果沈局解决不了，你们就直接找我。毒品一日不侵，战斗一日不止。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。周副市长亲自批示，这次行动于帆在前线全权指挥，我负责支援和配合。收到。陈恒安，已锁定目标集装箱，继续经营，准备控制下交付。收到。发现目标，不要打草惊蛇，保持冷静。外面开车！尾巴甩掉。你先去机场，等会儿。
魏哥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我来，都一样。谁呀？啊？你做得了主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我说胡贵也不像有那么大本事的人啊，原来背后有高人。我是来做生意的，不是来交朋友的。泰国货，正宗。漂亮，舒服。钱呢？哦，哎，钱呢？钱呢？我突然改主意了，人。钱、货，我都要。你越贱，闭嘴。兄弟，玩过了。废他妈什么？想喝咖啡了，待会儿我请你。娘！
认识的人，你没有这个机会。你有个女朋友，叫蔡玲吧？以为是胡贵杀了的。
也够湿了吧？下刀有点狠了。闭嘴！开枪！杀了我！开枪！啊！同步抓捕行动，开始。给他们俩留个位置。经理。